近日，大 S 做客内地大型调查类真人秀《你正常吗》，大方谈论升级当妈后的各种经验和感受。她回忆称，在怀孕期间，每天都在担心孩子是不是会胎死腹中，更是在每次产检时就询问医生是不是没心跳了。因为大 S 的过激反应，遭到医生怒骂称：“你可不可以别讲那么大声，外面的孕妇听到会被你吓死。”而如今回忆起当时的状态，大 S 也直言：“大概是我怀孕的时候心态不太正常。”无论是备孕、怀孕还是减肥，大 S 都吃足了苦头，但她却没有留下任何的阴影。说到未来是否会考虑继续造人计划，大 S 则表示：“我本来是不想再生了，但现在想还是顺其自然吧。如果我这个年纪还生得出来，那就生。”叶子旅行中心上海报道。